亲爱的老公，我好想你。原本9月3号我们要一起回马来西亚的家，在9月10号办婚礼。以往都是我安排行程，这次我故意让你全权安排，因为你是我的头，我要顺服你。而且我相信，你一定可以安排得很好。果然，你安排得超棒的。我们的行事历写得仔仔细细、清清楚楚。我们满心期待那一天的到来，因为疫情，我们已经3年多没有回马来西亚的家。今天我穿的就是你买给我的衣服。我们准备要回去马来西亚蜜月的时候穿的，我就当做今天也是跟你在办婚礼哦。这几天其实用文字无法形容我的悲伤，无法相信用生命在爱我的你。怎么舍得让我这样伤心难过？脱下的鞋插入在身体，生命浴火为我洗洗，那些风可以里面的哭泣，渐渐重生的心，现在活着已不再是我。受伤应更新，是嫉妒在我。